没有人喜欢自己脆弱的一面被看到啊，我也不喜欢。我看着你们这样，帮我装了满满的回忆，外婆就放心了。谢谢你帮我照顾小恩，谢谢你把她带回我的身边。我想小恩一定很开心。回家这段路，是你们陪她一起回来的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TVBS 欢乐台，酸甜之味。